妈，你暗顿想要吃啥？我来煮。凊彩啦，啊，即马厝的就剩咱两个人尔，简单煮一下。恁若煮啥，我都吃啥啦。哦，妈，啊，你毋是爱食炒高丽菜、咸菜头汤，无我先煮这两项。好啊，好啊，啊，你莫煮伤济，简单煮济就好吼。哦，我来换茶米。迄妹子哦，讲了无毋对呢，迄完全哦。拢无共款啊！先对伊笑，伊嘛对我笑。妈，你先喝茶啦。妈，我把这花杆仔放来收好，好。啊，免啦。这支花杆哦，其实放在这也是真水啊。妈，是的啦，确实是我唔捌代志。拢过去啊，过去就好啊，哈。我来做饭。我回来啊！我就要你今仔是回来啦，安怎样？代志有圆满无？人是带回来啦，有圆满还是无圆满，都要看因家己啊。你回来了拄好啦，这哦、喔、是这几天我给你倒收的牛零钱啦，明仔哦我炒好啊啦。啊你啊不要不要，我咪讲煞咧，啊这是公积金啦，明仔嘛炒好啊，嘛算好啊啦。你来做到这尼啊多啦，这等我回来才收就好啊。哎呦，人就拄好有钱要好我，啊我就顺势啊。有影乌敢若底豆油呢？我画地图，你搁看有哦？茫有咯。遐简单啦。啊！你即几天拢无闲咧替我送牛奶，啊！你家己的公积金敢有闲通去收？那无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这个月成绩袂歹，我一定会赢你。安尼我就真甲你恭喜。叫文姨看耳孔，阿姨都讲过两工啊。爱食阿金要创啥？要去方便啊？方便哦，阿姨耳孔安尼，要哪有法度去方便啦？是啊，你放心啊，我会带去啊。我来出去。我要来去啊！啊，你去。呀，到哪只？啊。啊，你是要去倒？要来去方便啦。今仔日是菩萨保佑啦，你唔免去啦。嗯，卡是伫我的身上，我要去倒，爱你管啦。
校长啊，阿星知影咱今仔日要去看伊哦，真欢喜呢。校长啊，校长。人咧甲你讲话啦。哦，哈，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我是讲，就要到位啊啦。阿星啊，王校长啊，过来看你了。阿星啊，校长啊，多谢恁过来教我看。哦，阿星啊，啊你今仔看起来气色袂歹哦，啊？有较好啊啦。哦哈。啊，不过也是无体力，手甲脚拢无法度出力。人袂疼我啦，啊！脚手拢无力，无法度做工课啦。吼、哦，你已经找到工课啊？伊讲伊脚手无力啦，无法度做工课啦。我知，我知啦。啊，医生安怎讲啊？医生讲吼，身体阁要调养一段时间啦。啊？校长啊，医生讲哦，身体阁要调养一段时间啦。其实恁安尼帮助我，我已经足感激个啊。当我身体若调养了阁较好，我一定靠我家己个力量，赶紧阁徛起来。啊，阿星啊，你会安尼想哦，实在真好哦。对啦，啊像你吼，遮尔啊勇敢，遮尔啊坚强。我相信你哦，身体一定真早就会复原起来。明摆吼，你就用咧靠你家己啊，唔免靠别人啊啦。我相信你身体就会站起来。对啦，对啦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啊，你这段时间吼，你好好静养。啊，其他的代志吼，你都唔免烦恼。啊，若总有啥物代志吼，你就甲阮通知啦。阮工地会的人吼，就会来甲你斗相共，吼。啊，你唔免说哩。等下吼，去文爷病院啦。啊，免假啊啦，我知影这句你有听到，吼、哦。王校长跟黄老师因哦，微博、教务，自较早到今嘛，将咱台东的组织安尼偷偷啊做起来，予咱哦有这个好殿堂去进，咱实在真幸福嘞。是啊，所以哦，咱较拍拼，才袂辜负校长哦在台东家所付出的辛苦啦。点点啊，点点啊，文姨帮你装的助听器，啊，都关起来，啊，无要来听有啦，关起来啦。
我知影你唔认老啦，啊，不过人拢嘛会老，啊，这有啥物好歹势啦？助听器都已经买啊，啊，阁唔敢摕出来用，感觉安尼就变少年了。哎，我看卖，我看卖。哎呦，真好看，真好看！你啊看，哦，安尼挂起来好看噶。你挂起来唔少听哦。啊，你若爱听的时阵吼，就甲听；啊，若唔爱听的时阵，就甲存起来，就莫挂，安就无听的嘛，对无吼，小女哈？对啦。真好，真好。像阮啦，哎呦，好听的、歹听的，拢爱听啦。阿婆都甲禁起来咧，啊，你有法度禁起来？爱食里边，早就应该爱配啊，嘿，早就应该爱配啊，真好看，真好看。妹子啊，哎，姐啊，恁来透早就伫遮，啊，我着专工来遮等你啊，等我、哦，敢毋是你甲阿芳啊，又搁安怎哟？哎呦，毋是毋是啦，来去阮家吼泡一下茶，食一点心嘞，行、啊。我着搁送互恁嘞。哎呦，免送免送啦，行啦，来去啦。哎呦，好啦好啦，啊，你嘛等我车牵你做阵行嘞。啊哦，对对对，等你。亲爱的，梅子啊，嗯，你莫客气呢，啊，尽量提来用吼。袂啦，袂啦。阿芳啊，咱昨去捡迄物件，去帮我提出来。啊，好啊。啊，是啥物物件？看到你就知啦。啊。梅子啊，啊，这边吼，你安尼这么用心，共斗三工，互阮大家新妇吼，会当安尼好好，我是足感激你嘞。无影啦，想足久的吼，唔知要送你啥，啊，我已经一卡手款吼，代表阮两个人的心意啦。来，你收起来。唔通啦，袂用的安尼啦，会当看恁安尼大家新妇两个人同心，好好，好。这是比送我什么礼物咯，让我更加欢喜的啦！哎呦，你若是无收起来吼，我这个心吼都袂得过啊！哪有啥物袂得过啦？会当甲恁来熟识吼，这已经是我上大的福气啊啦！啊，我要来送牛奶啦！吼，我紧来送送，啊，无迄牛奶哦，拢歹歹去啊！哎呦，阿姊啊，我先来去啊！美智啊，美智，哎呦，你实在是有够骨力呢！哎，送牛奶的工课这么啊粗重，你送一罐牛奶是会当赚偌济？啊是无赚偌济啦，啊，不过吼，我安尼豆豆啊做，豆豆啊欠，嘛是用护士傅去救人啊。搁再讲吼，住一个病院，嘛是安尼五块、十块，豆豆啊安尼起起来。哎呦，啊，他即摆什么时代啊？哎，五块、十块还当救人哦？这五块、十块，虽然来讲是无多，啊，不过这是每一个人的一个善念啦。啊，将遮济人的善念，拢总甲捡一个起来。这个力量哦，有偌尼啊大，你敢知？美智师姐，恁的精神实在足无简单的呢。哎呦，无影啦！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嘛来甲你道招，好不？好，好啊，好啊，安尼好啦。小弟子啊，安尼我先来去啊，吼。好，好，好。再见啊，来走。好。哎，豆豆我死嘞。好好好。我来去啊。好好。听好。我这个月成绩袂歹，招到真侪新会员。啊，你呢？我这个月吼，拢嘛咧无闲招弟子啊，甲因兜阿芳阿的代志，也无去招新会员啊。袂要紧啦，啊，你开遐侪时间啊去陪因，和因的家庭圆满，啊，你也上价值啦。我嘛是安尼想啊。哎，啊，不过你这个月的存款，免想要赢我。啊！你赢就你赢嘛，逐遍拢我咧赢，
憨憨啊，扭你一边啦！感谢哦。美智，美智啊，美智，小弟子啊，美智啊，你来这罕行啦！来来来来，你要来底坐啊？免啦免啦，免啦，厉害啦！哎呀，啊，我的物件摕乎你了吼，我都要来走啊啦！什么物件？我跟你讲吼，我要关一间迄病房啦。关一间病房哦？是啊，啊，我是讲这数啊钱吼，放在银行嘛无啥物利息，啊，做这30万吼，交护士去救人啊。我才有做来给我生利息啊！小弟子啊，你会当安尼想哦，实在是真有福报呢。哎呀，无影啦！啊，对对对，哎，搁有哦，我才有10几个朋友吼，讲要加入你的会员呢。有影，多谢你啦，小弟子啊，你安尼给我斗三工。哎呦，你唔通安尼讲啦，那唔是你哦，阮大家新妇哪会当好好？我这朋友吼，就是互你感动到啦。你还感谢是你家己啦，无影啦，要去来饮一杯茶无啦？没，我阁有代志，我要紧来去办代志吼。哦，哎，对啦，我会阁甲你找较济迄个会员吼。就伫只啊，多谢你呢。没啦没啦，有闲较接来佚佗的啦。无啦。今仔日的菜哦特别香啦，进来吃哦。哎，你香我无香啦，本来要赢你的，结果哦，让你赢到转去，实在是哦，无你的法啦。这就是佛祖的安排啊。是嘛？我总算知影，什么叫做愿偌大，力就偌大啦。啊，你就有这个愿要赢我，总有一天哦，佛祖会让你达成你的目标啦。来啦，吃饭啦。你是安怎？啊，规暝唔困，还一直爬起来，你到底是咧创啥啦？啊！挂起来啦！我讲你是安怎规暝一直爬起来，是咧创啥啦？我起来，甲你有啥物关系啊？你问遐做啥？昨昏无睏饱了啦，都拢添灯啊啦。伊是安怎样？啊，昨暝也毋知是安怎，一直起来走便所啦。啊？啊，敢会食歹巴肚？
啊，咱来拢无安怎？伊人咧啦，搁咧困啊。相公，我还袂起床啊。我即马有挂耳讲哦，你莫伫咩我后壁讲我歹话。谁咧讲你歹话啊？田娘，啊，你昨暝规暝拢伫走便所？嗯，是啊，啊，就一直想要放尿啊。有毛病就爱去看医生啦。尿放袂出来，还看医生哦？啊，医生管毋着，逐工开满。啊，有岁人啊，本来就是爱较注意的啊。啊，我的代志哦，毋免你管啦。是啊，我先出来看一下个。嗯，啊，你毋食早顿半呢啦？袂紧啦，等下再食啦。人拄仔甲我报啊，我先来去看一下。哦，紧去紧倒来。哎，啊，你有用相干你斗阵去无？无啊，啊，今即嘛每一个人哦，拢有工课咧做啦，我一个人去就用个啦。嗯，啊，你若遐紧啊？人个每次啊是议会拢有车，啊你参到底去是安怎啦？师傅的代志敢袂用等哟？你那遐十年啊？你叫是我爱念你哦，还是伊遐叫我甲你顾呢？伊啊，我来听。哦。这囡仔真好教育啊！刘露啊，讲得真对啦，年岁大啊，体力是甲以前啊袂比的。唉，即摆连我家己的耳孔拢已经变得遐尔啊重啊，毋知影阁有偌侪时间会用个替师傅啊来做代志。也毋过耳孔虽然是听无啦，我煞感觉我甲感恩父的心啊，比以前搁较挂。无洗啦，还要惊一个。你看你啦，算钱算到遐尔专心，我转来你拢唔知。哎呀，算钱是咧看啥个啦？哎、欸，我看你算钱是安怎样算个啊？家己有遐尔侪钱哦，拢唔知影。我是有偌侪钱。你家看。你知影我欠遐侪钱，你也拢无要甲我讲啦。我就是专工等这一天哦，你去收几年钱的时阵，才要摕出来给你看。你先算看卖，看有够好无？
恭喜你啊！你要做啥？我要看见我黄老师啊！嘉贺，嘉贺，好，下礼拜吼，我就陪你去花莲看书。没啦，没啦，好，再见啦，再见。我去倒位咯？你甲美弟啊，要下礼拜要去看师傅哟啦。那是去看师傅哦，搁要陪伊去甲溶洞关门起来呢。啊，是啊，啊美弟也要做溶洞啊？是啊。实在哦，互人足甘心的呢，就是靠伊安尼，逐工送牛奶，啊一罐三块五块欠起来的钱哦，竟然会当达成这个愿望啦，实在是足无简单的呢。是啊。啊，因家也毋是有钱人，赚的是艰苦钱。啊，讲要管就管，真是有影无简单呐。有管就难，只要有迄个心吼，啊，搁坚持落去，其实啥物人拢做会到啦。啊，对啦，啊，你下礼拜吼要去看师傅，我来生几罐仔梅啊，互你早起互师傅食，哈。不是讲吼要看一个个案尔，哪会即阵才转来啦？哈！稍等咧，稍等，先我放一下着。嗯。是安怎啦？啊，那里边遐久啦，啊？无啦，都放未出来。放未出来？太安尼啦！听有路的话，叫先生看啦，啊？免啦，无代志啦。等下就好食饭啊！你先休困一下哈，连面落来吃。杨丁啊，你是好啊也袂啦，玉女啊吼去真久啊了。杨丁啊，伊啊，我看你这镜头吼，爱叫先生检查一下啦，哈。伊啊，哎呦，你唔通遐尔啊提起啦，看有病无病检查一下，安尼咱嘛较放心啊。好啦，隔两天去看啦。上哪都爱隔两天。哎呦，我先甲功德金嘛收收的啦，之前哦为着这耳啊，足侪人爱未收的啦，等我收煞，我再去看啦。你这个病唔能够再拖啦，拖久厉害哟。我知啦。哎，卡细字咧哈。我知啦，好啊，我来去啊。你几落工，哪会即马才来？先边做酒用者。哦，来来来。呼，哎，放一副尿放啊遐久哦，茶拢冷去啊呢。尿都放袂出啊，哎呀，搁啉茶哦。啊！你入去遐久，哪无放哦？你倒知哦？哦，啊，最近唔知安怎啦，膀胱是一直抽抽啦，啊，要放也放无了啦。啊，遮艰苦，无紧去看医生。会啦，公爹款哦，收煞，我就会去看医生啦。莫搁拖啊啦，咱拢有年纪啊啦，甲少年是袂比的。罗师傅哦，爱锁我条啦。再袂哦，规组歹了了。我知啦，公爹款啦，紧摕我啦，啊。好啦好啦，你稍等。
恭喜哦！你会当把这个新冠吼圆满起来，实在是真无简单呢。无影啦，其实吼，我会当达成这个心愿，是有足侪人甲我斗三工，因吼拢四处去招人来甲我订牛奶，才让我会当这么紧都甲钱俭起来。这吼拢是因的功劳啦。你实在是真客气呢。无影啦，正经若准毋是因甲我斗三工，我是无可能吼会当达成这个心愿的啦。啊，不过吼，你若是无发这个愿，都无遐尔侪力量来跟你斗三工啊。其实我的想法嘛真单纯，我是想讲吼，我若准会当欠一百万，予师傅摕去救人，医治人的健康，安尼我嘛感觉是甲足侪家庭结一个好的姻缘啊。对啦，这就是师傅讲的，会当付出就是好啦。行啦，都你听啦，啊？是啊，是啊。哦，哎呦，叫你叫先生看你唔肯，啊，忍耐个冻未调，才来哀哀叫。来来来，伊也带你来个先生看，夹夹。免啦，我明仔家己来去啊。连大甲明仔载来夹，免来去。哎呦，夹夹呀，安怎样？哎呦，肯定哦，膀胱呀，听讲你冻未调，紧。还有先生看，我赶紧叫车哈。嗯，好。润姐，小润姐，车还没来。哇！您来这个时阵吼，才来送来病院，这真严重啊呢，已经膀胱发炎啊。医生啊，哎，到底是什么病啊？伊这吼是射护腺的问题啦，一般若是年纪较大的查甫人吼，拢有这款症头啦。啊！你若较早送来，就较好处理。即摆已经遮严重啊，膀胱发炎啊，即一定爱开刀啦。开刀？爱遮大年岁啊，开刀敢会危险啊？但是若无开刀吼，出来就会结石、尿毒，甚至吼肾功能衰竭，安尼就更加危险啊。去遐久啦，害我烦恼个。天顶嘞，啊？天顶要住院啦，啊，搁要开刀啦。啊？开刀？嘿，阿姨食到这济岁啊，袂堪去开刀嘞啦，会有危险啦，袂用的，袂用的。啊，不过医生讲吼，若是无开刀，会愈来愈严重啦。没有。哎呦，那万一若是手术？有危险是袂安怎啦？姨啊，你莫烦恼啦，我就是倒来看物件吼，要甲天顶转去主治病院啦。倒来咱遐开刀才安全，袂有代志的啦。安尼哦，来你遐坐，你遐坐。我咧讲哦，我干那一个宝贝啊，后生尔哦。啊！你都要好好甲我照顾，唔当有发生什么代志了哈。姨啊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家顾好的，免烦恼啦，哦。谢你谢你，爱念观世音菩萨，才用滚去哦。哈？爱念观世音菩萨，才会用困去嘞。听会无啦？唔通紧张哦。
通无咋，啊，恁要哪有听有啦？苏姐啊，你莫紧张啦，行啦，咱遐坐着等啦。我知啦。顶一世人，拢咧做善事、办教育，替师父伫咧救人，自来都毋捌做过啥物歹代志。你都爱保庇伊，身体会当赶紧好起来。我渐渐老啊，敢若即个宝贝仔囝尔，你千万毋通伫我还袂过身之前，就甲伊带走。我甘愿切我的血性来给伊，你都要保庇，保庇赶紧好起来，我陪他。你写足无简单嘞呢，啊要做医员，啊要做溶洞，哦，我看人个做主席吼，无人像你安做甲遮尔啊用心着。无影啦，人主席哦，大家师姐，你嘛做甲足用心诶。是哦，是讲吼，恁阿嘛真无简单嘞，互你遮尔啊自由，啊一寡钱吼，拢互你摕去做善事，你是来拢足福气诶。对啊，我今仔日哦会当圆满这个溶洞。嘛，拢全是阮家师兄甲我成就的啊！啊！啊，这个溶洞应该会让伊来做，毋才对。我来拢无去想到啦。哎呦，啊，翁阿某哪有你分家的啦？恁翁做甲你做，啊，毋是同款？无同款啦！我哪会安尼，敢若顾我家己欢喜，拢无去想到。这个溶洞应该会让伊来做，毋才对。实在足自私的啦，发遐久的冤，拢敢若想着家己，也无去想着别人，真乃应尽啊！人生，敢敢若有一遍的机会，会当欠一百万？唔对咧，啊！若准发一遍的愿，就会有一遍的福气甲力量。那安尼，我都爱继续搁发愿落去。
辛苦哈。你不要搬下来啊！无啊啦，无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就那位大盘的王老板，讲全家移民啊啦。移民啊哦，安尼我唔着无顾恁堂屋送啊。无啦，即卖还佫有迄个周老板遐，还佫有一寡回堂送，不过数量嘛是干那安尼尔尔，啊，所以你加减送啊。哦，袂啦。剩偌济，我拢要送啦。多谢。要经用一段时间，一定会慢慢好起来。你会大，是应该量力而为啊。妈，你是不是希望爸会当把台东负责人的职位辞掉？哎，头家娘，啊，你这拢要等伊啥哦？是啊，安怎？这拢头拄仔才吵起来，还搁这么多，安尼就拍算的。啊，不是，就拢搁主持的啊。头家娘。会用的，给我包一挂回去。你要爱啊？好啊，啊无拢给你啊，你拢包我回去啦。头家娘多谢嘞。我叫你休困，我嘛是为你好啊。我是希望你较紧好起来，有较侪时间甲体力去陪伊啊。伊也已经九十岁安尼，伊阁有偌侪时间，咱阁会当陪伊偌久啊？好兵啊，你免烦恼啦，身体较要紧。啊无这件代志吼，就交代给阮啦。啊，我甲阮叔兄吼，阮家己分配工作，看是要安怎做，阮才来甲你报告啦。小弟啊，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哎呦，无啦，准备放一个阿伯吼去厝。乖乖仔。